TVB 年度选美盛事2023香港小姐竞选将于今晚进行决赛。昨日大会已经率先揭晓友谊小姐赛果，由八号佳丽姜依妮先拔头筹夺得，而今晚16位候选佳丽将会使出浑身解数争夺三甲。最后再带大家逐个睇睇呢16位佳丽，究竟边位系你嘅心水呢？一号吴咏婷，今年19岁，身高172.5cm， 佢目前系一名学生，就读香港大学药剂系。二号黄永嘉，今年22岁，身高169cm， 佢系目前网上投票人气最高嘅佳丽，被视为最有可能爆冷夺魁嘅黑马。三号邓海文，今年23岁，毕业于英国诺丁咸大学，目前从事活动统筹工作。四号黄怡然，今年21岁，佢亦都系网上投票嘅五强人气佳丽之一。五号梁善琪，今年24岁，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报称职业系软件工程师。六号胡瑞涵，芳龄18岁，佢系应届 DSE 考生。七号毛志森，今年26岁，佢系一位测量师，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测量系。